这尺寸因为不是很大，55寸嘛，是吧？所以说应该是500块钱。55寸不是很大呀。哇，您真的是大气啊，55寸我们家全部的电视机加在一起搞不好还凑不到55寸啊。回答就是不需要，雇主答对了。是因为我是雇主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这个买了高价，回去太太可能会让我做一板了。冠名赞助 Sunrider 仙尼雷德、赛普特精品电视、许氏森业集团、Ideal Legal Group 蒋佩芳律师、枫林旅游，特别感谢